是你啦，我是说那位包皮。好，我记得我下次要不告你这边有抖内，你就可以领红包吼。不是吼，哎、欸，从两天哎、欸、三天前小是不是小鱼，嘴里就一直说要帮我用，用到你看用到现在还没弄出来，我就是想要削这一波红包，没有啦，你再怪他喽。没有没有，什么红包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要不要赶快进来啊？十分钟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哇，阿汉，不是说你要弄很晚，我有空。干冰老师，你妈的！哎哎哎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！不是有个怪人跑进来、啊，把他踢掉啊！快踢他、啊！我怎么踢呀、啊？这敌会怎么不是我的？我不想跟他们讲。我可以。不然他进来也没用啊，除非他猫我们，我就不爽啊。探索中，不是啊，他一进来就是会猫啊，他连打主线都会猫车哎、欸，那个主线的怪那么大。他干嘛、啊？你有叫他玩长枪啊？不是啊，他一不要玩啊，喜欢当太刀侠、啊，妈的，连剑切都不会玩，什么太刀？嚯、哦，雷！会疯啊！我看到他就心脏病，我要去吃药了。哇塞，真的假的？你要叫杰克的包皮哦，好啊。我不然就叫你包先生，就你是女的，对不起。不对，女的叫包皮也不好听啊，你在干嘛？说明他想当男的啊。安安，你们是跑去谁的？安安，我在 HTT 的啊。我自己的集会所啊。哦，然后有怪人跑进去。嗯。哦，就你家阿汉啊。魔物怪人。不是啊，你自己不开关那个，怪我。啊，我关了，别人找不到啊。不是啊，我就说可以来我的啊。就去烦心的就好了。嗯，对啊，你们就那种赢加一有没有？通通都来我这边，我就打卡是赢加一的状态。没关系、啊，他如果跑，他如果跑进来，我那个游戏我错过七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之后他应该是不会那么白目。之后来都好，只要肯待着，不要离开都可以。拜托，不要走。哎、欸，阿、啊、总还不下来。等一下，我要脱衣服。我看到他在正式的，我有看到哎、欸，他才在上面不下来哎、欸，我觉得他不下来了，你怎么想？H 先生，要上去吗 ？H 上，走吧。可是这么有受残族在帮我们。我要打到他下来啊！哎，这边不是有小蓝哥可以抓吗？有吗？小蓝哥不是只有在鹿山那个吗？大鱼种吗？鹿山虎也有啦，我记得。有哦，我看网路上都说鹿山虎。对啊，鹿山虎啊。不是啊，大鱼种，哎，下去了，我的天！因为我上次看别人的台，看到他在鹿山虎抓小蓝哥，哪个位置啊？好像就是这边爬上去的，不知道哪个点，我忘记。啊，不是看，反正你听嘛，有鸟叫，有一个很奇怪你旋律的鸟叫声，那就是有啊。来了耶！你会被梦梦扁，你是男的，我知道你是男的啊。嗯，看一下哦，因为在内地要开着流量锁。哦，你在哦，对哈、哦，你是内地的，辛苦你了，你还愿意翻墙过来看我的台，不像某人一直追我，追到后面也不挂我台。谁啊？谁啊？我吗？我没有追他，所以我不没有成立。对啊，没有追我，所以没有开啊。所以刚刚在说谁在说我吗？我要关手机咯。那你把你妹的手机打开挂我的台。不要。他是不是很大的？还好欸。要不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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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石头怎么不见了，等一下我去捡一下。哦，我要不要打这个人，要不要来试他。
我问你要不要撞啊，我没石头啊。我以为那是假墙。怎么听成小狼狗啦？怎么啦？这是小狼狗。那个小笨狗。哇，这只真的，锤子真的好打，这只吗？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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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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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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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好没体力，我的天！啊，六开，再一下，不行了。哎，烦呢！刚才利用打小果子让自己身上变热。哎、欸。嗯。那尾巴已经升那么高啊？高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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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哎、欸，很稀爽哎、欸！到底怎么打的吃啊？玩这么久，真的还不太知道怎么打哎、欸！等下这边好多水，我的天！我是这边不能待了，要死人了。皮诺可要电死人了。皮诺可，这个直接电死。皮诺可倒了。啊，不是说他们不会帮忙打、啊？哦，奇灭族哦，白痴哦，我以为是一堆猫。奇灭族，兽产那些我知道啊，我刚刚以为是黑白色的猫。没有啊，那个猫是智障。啊！你们水饺包完了对吧？哦，好像没有在包。哈哈。哎，等一下，他这个是变两次。他又麻了，他又麻了。怕麻痹。这个的素材什么打？友好票。偷摸大鸡票啊！要死人啦、啊！要死人啦、啊！等一下怎么冲来冲去的啦？高美呢？走嘛呀！呜！哇哇哇哇哇！这个一定是从门牙那个一个小缝里面喷出来的。对啊，就故意挤一个小缝。对。啊，死小孩玩不吧？还好现在门牙没有动。我门牙是假牙的，所以没有动。哇，可怜老人家。而且门牙超容易蛀牙的，中间那个洞。假牙的关系吗？不是，当然是假牙之后的事情啊。不是啊，我是说是因为假牙的关系才容易蛀牙吗？不是啊，就是门牙是第一道防线嘛。对啊。啊，然后就是那边特别容易蛀牙，懂吗？我懂你意思啊。这个没救了，不要省电好吗？没救就省电了，别电死他，浪费国家资源。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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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是这样子还要再找一个人哦，不然又打四人血量。你们打，我去打呢。不是啊，我们快打完的。我下一场的话，啊，你要打什么？炫彩缤纷。我在想要打 N 三的，还是要打二？你是说自由任务吗？是啊。那一起打啊！哎、我很多都没打、啊。不动啊！哦、活动的也是点数加成，有一个水妖跟飘，感觉之前有打。看那个有加成的都可以打，应该都蛮多的。嗯，啊、几乎都蛮。看有加成跟什么特殊材料啊？可是 M 4后面的我打觉得很烦。
其实那个活动已经有把血量调低了。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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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脚加轰轰，加轰啊！黑脚加黑轰啊！讲错话了，黑轰。因为我又要打钢甲，贯穿黑角龙，黑角龙。贯穿的是角龙都有啊，贯穿大地的黑角都有啊。然后我也要黑角的素材，黑角加轰。那个自由活动有一个黑角可以打，我还没打过。没关系，我要打点数加成，就是两个都打一打。不然，想到要打加成的。不然今天没一百不关台。那你可能不用。那我挂着啊。没关系啊，我就守岁啊，你就不要给我离线啊。他会直接去睡觉，他等下就要睡了。看，是啊，包水饺需要很多体力。包第一个，好累哦。累哦。消耗你的卡路里。非爽呢、欸！好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！燃烧我的卡路里！为什么不用三太子的手？因为这把有吸血啊！三太子的手不能吸血啊！三太子的手克制化吸血，还要打素材、欸，这个直接，对啊，这个直接用旧的素材就可以吸血了，所以我暂时用这个。我用这把活命的几率比较高很多。不对啊，而且我现在有面具龙的锤子啊，所以比三太子的手好用啊。哎，他能不能活命强？嘎啦嘎啦嘎啦，嘎啦嘎啦嘎啦，嘎啦嘎啦嘎啦。你要去哪？你是害怕了吗？还是怕想起来？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？你是害怕了还是忘记想起来？那个是健忘症 ，OK。老人痴呆就是这个状况。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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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圣母安，嘎啦！啊，没捡石头，就自己生一个。哦，我是重弩，哦，我生不出来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！我去外面一下。啊，他飞走了。THT， 我来了。DHC， 哇！他这里有喷地攻击，你就不要给我起来。对，你就给我这样子。你过来一点，你过来一点 ，HT 过来。我在往那边跑。靠过去的，就是右边那个。Oh no！ DHC， 哎、欸，他是不是？好烦哦、喔！哎、欸，我没有石头了，还可以再撞一次。我来。咕噜咕噜咕噜咕。嘎啦嘎啦嘎啦。哇，他喷到墙壁死掉。嘎啦嘎。跳跳锤锤。罗声太大声，咚咚咚咚锵！你要干嘛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回快启程喽！
过来一点好吗？你的翅膀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我被踢离了，我潮湿。好高，好高，快拖来见上帝，好高，好高啊！我的爱莫能助你。我要下来啦！你说，哎、欸，他倒了。OK。哇！是害怕想自己雅思抖内，蛮怕的嘞。他有一次好像我想一下哦、喔，那时候在那边抖最恐怖，好像也是去年过年的时候。那时候他们都在 No No Life。然后我还在这 Twitch YT 的时候，那时候在玩那个 ATN。你要抓他吗？不行，不给抓，不给抓。抓他。他快挂了。今天浅浅的声音，因为我丢了，对啊，他骷髅了。我丢了一颗那个很像线做的球给他，就纸做的球，然后他就很开心在那边玩。而且他就是因为他觉得位置不对，他会先放在那个碗盆里面，然后再叼起来瞧好角度，然后继续玩。拿薯条嘞，是觉得那个球有攻击性，一直躲来躲去。哎、欸，我追上了呢！我刚才捡猪鸡，借口。啊，对不起。哎、欸，我没石头，你上哦。啊，上面有石头。九桃，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断尾哦！啊，我没挖到尾巴哎、欸。我刚刚有说断尾了，对啊，我说我没挖到尾巴，哦，没有注意听我讲，我有听，还在我用跳跳锤的时候你断尾，我知道，我这时候把你炸了有没有？上吧，少年上吧，上啊，我不会炸筒那个、啊、爆炸筒送你。哎、欸，他转向啦，去死啦！哈哈哈哈哈！靠腰，可不要在这边吗？这边被他吸水吸到枯萎。你上来啊，我们也下去啊。哦，下来了。我上，我上。哎、欸，你可以在那边断崖跳，你可以断崖跳。我知道啊，我刚刚就在这边跳啊。好了，我就在那边打了啦，我帮你扛，你继续跳。他打我你就完蛋了。他打你就不是我家的事。打上去。嘎啦嘎啦嘎，想干嘛？我不下来，嘎啦嘎啦。嘎啦嘎下去。下来，嘎啦嘎啦。骨头回力镖。哎、欸，他阻挡你。血海深仇，抱歉，无法听从指示。你跟他忙，别说话。我也没对他干嘛。来来，我拉进来一点。爆桶，戳死！我第一次看到龙死在这边，20，20，还蛮板呢、欸。这边刚好他的床，你知道我要干嘛吗？冲回去挖尾巴。对。我觉得是来不及，不用觉得，一定来不及。哎、欸，上回的爆桶还有4颗爆炸，
好像有点机会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边没机会了，我迷路了。哎、欸，你刚刚直接用那个飞回营地再冲出去。对，我刚应该这样。好友之证，三张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一张而已，一张而已，骗人。小金哎、欸，哦哟，赞哦！宁波大赢哎、欸，哭啊！哭啊！难怪满版。我就觉得他蛮大的。好了，再要打什么？啊？够了吗？一张就够了吗？没有啊，要一大堆啊。对啊，不刷啊。要啊。要先打别的。嗯，没有啊。对啊。还要再打吗？江江要不要打？我还在打我的。好啊，不然我帮他打、啊。宇宙征服超级八，这把武器。好友之证要三张，你可以做了啦。好诶、欸。小鸡鸡。怎么机会都不属于我？嘿嘿，等一下，大锤啊！哎、欸，他打过伪王哦，他过了、啊，怎么过的、啊？躺过的，知道。那伪王我帮他打的、啊，你说阿汉吗？杜啊。度度，对啊，我帮他打的、啊。他的灭尽龙跟伪王都是我打的、啊。毒分术士的泄露器耶！啊，达成交货委托，好啦，委托委托。我真的需要那个调查传票局啦，好烦啊！搞业务哦。我在努力的。配个装啊！人叫杰克没有啊？谁叫杰克？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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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一下哦，玩这个也可以升吧？强化装备，吉维艾尔，哎呦太太，你没去睡？哇，可以升级了！我伤害高了，我多少？70哎、欸！怒手金讨伐之阵，宫廷救星。灵脉的古龙骨，我要灵脉的古龙。怎么来啊？打古龙哦、喔，还是力战古龙？力战的，然后打巨魔。力战巨魔，任何吗？猜啦。不能升也很烦，榜一好像要打力战的黑狼女，
防音室哦。对啊，防音要升五提供额外的凯域，饥渴的理由，饥渴的理由，理由，森林深处适合滴滴，后人的全力以赴。所以我们要等讲讲嘛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好，打完一只了吗？嗯。好，剩下轰龙。好，我去采个轰龙啊！我也缺轰龙的素材。不是啊，是已经超过十分钟了。他超过十分钟了呢。哦，我以为你还要第二只出来打轰龙啊，那就不用了。我去探索个，不是探索啦，采个，不是你啦。承接任务，采个花就回来。哇，我没有打到四人挑战猪啊！这任务真的是很快，36秒。出去一排全部捡完好了。啊？我说你那个任务啊，不是出去那一排花全部捡完。对啊。很爽。
搞不好今天不用守岁了。龙好达人，一直冲来冲去好烦哦。我要生猫了。我的手刀猪怎么不见了？ Hello， 你是什么姑？买啦，有。探险队归来 ，Go Go！ 那所以你的那个票刷很多了吗？刚刚还掉五个。所以等于刷很多了，还有五个。哇，不愧是一直出任务的人。哦，我到处试哪个任务好用，就发现都差不多。靠塞，靠塞。新的重装，哇！有了，终于快死了啊！攻回来呀！你是说你快死？哈哈哈！也快死。
不油刚酒。陈子祥安阳。叮。哎，忘记看经验值给多少了。还是这个任务。H D 就跟我打哪一个？刚才我打黑脚加红，可以啊。好啊啊啊！我嘞，一起来打、啊，一起来打。他说还是 H T T， 他没有说我，因为我不是他，因为他要轰。他你要哦，你按按键发话是不是？不是啊，没有，他很容易断麦。哦，走啊，走啊。哎，佛西，你那个冰的花，就旁边就三朵而已，那还没有。哪边还有？你再走远一点就有啦。要往哪个方向走？往下吗？我就绕一圈啊，不然就七号营地出去啊。我想说问你看看是不是往下走。你就地质学二，然后直那个直升也二啊，就可以多挖一次啊。哦，对啊，不然你一定不够用啊。就是好奇说你挖完为什么没有成功？没有，我只是挖完不知道哪边还有可以继续挖。哦。接到太贵。更变装备。我那个珠子也刷好多，都是这样子用。哇，这个刷珠真的很棒。好，我去尿尿，随时开始。我也不怕丢包，我有大毅力。蛮顺的哈、哦。哎、欸，靠！要差点接到阿汉那边去，吓死我！吓死我了！马上去装备。不对，还没出来、欸。到时候飞出去被丢包，我就死不出去打死。准备吃屎，真是好好用心的吃，就刚好丢在一坨大便前面。好吃，好吃。原谅说太快啊！我起来，没事。粪金龟被丢包了、欸，不怕不怕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不用动，不用动，要动吗？不是啊，可以动啊。好，我是怕你们丢回家球。好了，都吃饱了。不会了，不会了。
哦哦，雷切！哦，干你妈的！我直接带他去撞墙。好啊。现在还不行，现在还不能撞哦，他被麻。你是体力会不见啊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、欸，吐！快来帮忙，快来帮忙！啊，没事啊。哎、欸，要开游戏啊、嗯。他怎么原地？他不要晕了。啊。不行啊，切不进去，可恶。你是打什么？角龙轰龙。黑角加黑角。啊？黑角跟角龙加黑角。你是 this way， 摇尾巴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摇尾巴？接了很多痕迹，很可爱。我也接很多啊，啊，巨星啊！我的妈，可以撞墙哦，各位。我知道，啊、我很努力。我希望你感受到我的努力。希望你喜欢我的巴米。我希望你赶快帮我撒个粉尘。粉尘。有花，有花。再不撞他都快麻了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来不及了，有的是。白痴，我干嘛？哎、欸，红了耶！哎、欸，不要你离开，请你花不开。来，美丽的女孩。啊！哦，软泥脸脸。还在你那边吗？都在一起。哎呀，我觉得我晕了哎、欸。我、哦、没有哎、欸。有一个不在我们那个。对，我知道。嗯不该在里面的人还跑，对我知道，我看到那卡。你，哎，去跟他沟通一下，解嘲一下，不要乱跑进来。啊，是我、啊。我要当这个坏人。我来。我跟他讲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在开台，可以请你离开吗？他说你的台是谁？那听你的声音。哦，那个人真的进来。完蛋了，被抓到！可以撞墙啊！好，没石头，只有色光。我去捡，我有看到石头。哦，那你打什么？没有下。刚刚不讲了，黑角跟轰龙。没有啊。刚不有啊？黑角跟角龙。什么东西啊？打胡同那个是打素材的，直接打。没有打等级的。素材跟那马都有了。是没素材吧？没素材干嘛打这个？他只是想经验跟角龙、黑角龙而已啊。我想要角龙的东西。对啊，我想要那个红龙的东西啊，所以。哦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于打素材，可以的。烦哦。等一下，要帮我把那个竞技场金火打掉。好啊。哦，你是说因为你的调查没金火吗？对，我发现应该是。我也是啊，我也是想说奇怪，怎么都没有。我想一想，我好像没有在斗技场打过他、欸。不要你离开。哎、欸，他钻了。又钻了。你钻很快呢。你很凶呢，太太。毫无反应。看到。好、啊，六开。跑得不错。是不是？我要配新的才行。他为什么起来都是这个时候、啊？哎、欸，我刚还没听。好像我
黄眼。等你 P 二，我们就来打打那个。戴罗靠枪，戴罗。戴罗来了，戴罗。戴罗。哎呦！金火了，是中锋。好烂的，出他的脚出来，还不错。那讲自言自语什么啦？没啊，忘记关麦了吗？对。哎、欸，装爽没？哎呦！可撞了没？我抓到了，我撞到了，水辣，也别逼我用侧甲打你哦！我现在拿这个只是给你个尊重，等我侧甲装备起来就完蛋了哦。哎，不对啊，我之前是拿那个龙之剑打他的。咪咪，我要拿。哎、欸，咪咪，啊？你们打的那个，我可以跑进去吗？你进来啊！可以啊。杰超，杰超没有来啊。那个三界主是谁？三界主？谁打三界主？那个不是不是另外一个。那个你是三界主是另外一个人打的吧？对啊。他一个人啊，你要你要去打也可以啊，只是我们不在里面啊。他们太可怕了，对吧、啊？哇，体力还很多哎、欸。那猫自己来猫了。怎么会呢？想配个无聊的装，体力大，体力回复大，防御，然后再配个满足感。你有想，你有想法吗？你要玩哪一种的？什么哪一种的想法吗？哪一种的想法是这样？哎、欸，直接这么说，怎么？掉下去没有掉下去？刚才直接他面对墙、啊、不，他刚没面对墙。有啊，我看是面对的啊。嗯，我的视角是他也是会斜的，应该说会贴到墙壁，不会面对到墙。吼嘿。因为他刚刚是面对墙壁吃饭、哎，可是我骑上去之后，他是斜斜的面对，所以我怕。我通常是看身体耶，不是看头。大家不用怕，喝奶。哇，转错边。你是不是想猫？可以说，我可以让你猫。所以这一版真的没有适合打斩裂的哦，比起侧脚，比较喜欢斩裂弹。我还没有研究过了，所以我不知道。哦，没关系，我等你研究出来。For you， 全部的装备都有了之后，我应该就会。我现在还有一些装缺的，我就不是很想要。很多吧。对啊，就是还有很多缺的，我就很不想玩。我玩到现在还也是一大堆空，那个问号问号哎、欸。对啊，就是因为太多问号了，所以你不知道哪个是好的，哪个是坏的。嗯，欸，抱歉，我应该又断线了。没关系啊。怎么那么容易断线啊？你怎么了？叫好像挂太久，然后又回来玩就。哇，你明明知道你挂太久，你就重开嘛。对啊，太习惯呢。嘴巴。
尾巴，藏好尾巴，藏你的尾巴。好了，冲开。好啦，你冲开了。这大限没机会了。明天没机会再进来了。没关系，感谢你，那个人不会进来了。你把那个人是节操吗？哎、欸，你很坏哎、欸！你不要煽动我们之前的感情哦。我们的贝甲龙，我来了，贝甲龙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变成这边？啊！欸、你的贝甲龙长得有点奇怪，跟我不太一样。他死了。有，我要去放陷阱。哦，哎、欸，那个出来，他叫而已。哇，这么多萤火龙，给的。萤火龙。节操啊！因为今天有跟他们有说怎么抓、啊，怎么找出鸡啊。他在一区啊，就去打节操的金恐了。他在森林。我抓去森才堆金火的调查。有，现在金火的调查更多了。嗯，斗技场原先打过，还有浪费一整天的时间在派猫出去。哎、欸，你们都走了、哦。我要去补给子弹啊！我不补给子弹没办法打、啊。通常弹啊，通常弹就是我是蛮愿意的啦。好，没关系。我去捡尖锐石跟他干。好，开干啊！对呢，我要装那个投石珠。那个没有名字的珠子是不是？对，无名珠。对，没有名字，没有名字的珠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会没有名字呢？技太强了，被屏蔽了，也没有屏蔽啊。他就是在用的时候，这个功能到底是什么？我想不起来，干脆不要想。哇，这个位置，哦，完美啊！我高潮啦！你现在高潮，我找不到你。那个位置真的很完美。哇，这个退后，真的是很会退呢。没了，哎，没了，你很烂呢，就你最烂，大家都烂，哎呀，大家都烂，别吵，大家都烂，大家都很烂，来，大家都需要鬼爆炸菇吃一个，哎，我中水煮了，哇，他推那个石头会带属性，好，等一下，我要摸到。我上次就被那个雾障的给用到。不是雾障啊，瘴气。他只要在哪个场地打，他退出来的时候就会有那个场地的。很贱的。他是烧鸟。没有烧鸟，只有两种石头啊。哈哈。他比较多、啊。那你要推出尖锐石出来。你说我没有石头是不是啊？是。尖锐石。哎、欸、，Hello。Hello。我干他的翅膀。哎、欸，没事、欸，他走了，他走了。听到奇怪的声音。FGO 吗？啊？我怎么有想法？不知道啊，第一个想到游戏就是 FGO， 虽然我没玩。天哪，在场人玩吗？只有我玩。而且我现在也不太。哦，那个是流鼻水擦的卫生纸。不是流鼻血，擦哦，流鼻血，你是水还是血？水。好。有这么不清楚的？大家讲话应该都会这样子的嘞。没有错啊。手抱一个了。哪个？他的左手还是右手？还是我们？右手抱。好。没有啊，他就是想要我打右手。那、欸、可以撞。秘密，这到底是什么声音啊？是我这边的声音吗？有听到手游的声音啊，是在玩手游就承认就好了、啊。我没有在玩手游啊。我是有在玩，但是我是机。是这个吗？奶奶。对，就是你。那是什么？你的铃声吗？接待员。接待员。居然是接待员。为什么你接待员叫这个？你是龙人鱼哦、喔。是那个厨。那个没有，他是龙人鱼吧？料理奖旁边那一个、啊、，iBoy 吗 ？iBoy 吗？对啊，对啊。我说你使用的语言是龙人语言，是应该是吧？我记得 iBoy 不是叫这个。